嗰啲咩冥想啊，或者做一啲同好似即打坐呢咁樣嘅説話咧，都要好小心。如果唔係就開咗條路咧，就同啲靈界接觸啦。好啦，咁啊要同啲 Facebook 朋友講聲再見啦，因為免費時段就到呢度啦。咁稍後時間啦，我揾導演解釋一下我喺戲裏面成日講句對白咧，其實有咩意思？好多人都想問係嘛？好，收費時段同大家去解答啊。好啦，咁我哋聽下電話先咯。刘小姐 ，hello， 刘小姐，喂 ，hello， 你好啊 ，Evan， 系啊，仲有我导演啊，你好，你好，啊 ，hello， 导演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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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叶美芬啊，咁系，咁首先讲一讲我自己嗰个背景先啦，因为本身我咧屋企咧就系法科师傅嚟嘅，即系我舅父啊，我妈嗰啲基本上都系做法科师傅嘅，咁我就由细到大都有，即系都我唔系高龄人士，但系我系感应到，聽到他們說話跟他們溝通到的，是那在即說其實我身邊即一路都有很多靈異的事啦，其實令我最深刻最不開心的一件事就是即相信你們應該都會記得在天水圍某一間學校的女教師在學校裡面跳樓啦，咁而呢间学校咧就正正喺正我屋企楼下嚟啫。哦，咁咧喺佢呢件事，即系佢呢件事完，即系呢件跳楼嘅事之后嗰几个月，我记得系啱啱系天后诞嚟嘅。咁天后诞早一日，即系我哋通常廿三去出会咁样，但我哋廿二咧，通常我自己都会去天后庙度睇老龙老师啊咁样嘅。咁嗰晚廿二晚嗰晚咧，我就翻屋企啦，跟住咧。行过间学校嗰阵时，夜晚十一点钟行过间学校，即系我必经嗰条路系。咁行过之后咧，咁我咧就见到个女教师咧，就喺个学校嗰个栏杆嗰度系咁拍，系咁叫我，即系咁叫我，救命啊，救命啊！你要帮我，你要帮我，你一定要帮我咁样。但因为其实佢系知道我见到佢嘅，系啦。咁我就当听唔到啦，当唔理。即系其实我基本上好多时我都会直情。直行直过，总之当听唔到就即系唔明知我自己帮唔到佢啲乜嘢噶嘛，咁我又唔想去令到佢有咩希望啦，咁我直行直过，但系佢就系咁拍，系咁拍，咁一路拍我知你帮，我知你帮到我噶，你要帮我，你帮我，但系佢嘅语气咧唔系善良嘅，即系仲系带啲怨气啊。系，唔系话真系跪喺度求我或者哀我，因为我都曾经见过有啲真系跪喺度哀我，要我帮佢同屋企人讲，佢要个位啊或者乜嘢，要听经性啊各样嘢。但系佢呢个系真系完全系好似佢又唔系凶我，系啦，佢又唔系凶我，但系佢系唔友善，即系佢嘅怨气个戾气未过啊。咁佢就系咁话，我要你帮我，你帮你一定要帮我，我要离开呢度，我要离开呢度，即系佢唔系要报仇，佢其实纯粹系想离开间学校。咦，咪即系绑铃咯，好似绑住咗学校咁样咯，系啊，系咯，系困住咗，系啊，系啊，真系啊，好似我哋系因为跟住我唔理佢啦，唔理佢之后，跟住咧我就见到佢咧不断喺顶楼，即系学校嘅顶楼啦，跳落嚟，哦，弹翻上去，再跳落嚟，再弹翻上去，其实无限 loop 咁样去做同一个动作，系，咁但系冇办法啊，因为我知道我帮唔到佢。Okay. 即系嗰个 moment 我系帮唔到佢咯，跟住后屘跟住遇事者我就冇理到佢啦，咁我走咗啦，跟住之后翻咗屋企，咁我师傅同我讲，其实我嚟紧，因为咁啱嗰段时间我过多一个礼拜到，我妈妈本身佢有场法，即系佢自己筹钱去同啲善信去做一场法事咁样嘅。咁其实呢，如果我係帮佢嘅，我可以将佢个名字交上去，你去帮佢，但係我师傅话係唔可以帮，即係讲明唔可以帮，因为佢要即係佢要去受返佢自己做过嘅嘢。係呀，因为你自杀嘅时候你唔可以嚟到令到佢咁快超脱呢样嘢，佢要受返。冇错啦，係啦，冇错冇错。所以佢就係话呢个 moment 唔帮得住，唔抵帮，一定要佢受下先。佢要去受一段时间，到时佢要，即系佢就系话，总之佢可以俾你帮嘅时候，我会通知你，因为我妈妈成日都会有呢啲法事嘅，我只要交佢嘅名上去，即系回向翻俾佢，去请翻佢出去帮翻佢就已经 O K。即系其实要帮唔难，问题系佢系真系，即系佢觉得因为佢系带住仇恨走啊，即系佢做得呢个动作，佢系着住红衫红裤喺
學校跳落嚟，即其實佢根本上係帶住仇恨走嘅，係好大嘅怨氣喺度。咁基本上而家要一即呢個 moment 佢要做嘅其實係要聽經，去導佢嗰、那個，即等佢嗰個戾氣去燒佢嘅戾氣先，要佢消除咗個戾氣啦，佢先至可以離得開呢間學校咯。佢一未消除咗個戾氣，佢根本完全離開唔到。喂，咁我想問下你啦，你見到佢樣嘅時候係都係恐怖啊，定係唔恐怖嘅？唔恐怖嘅，冇一樣，同佢生前嗰個樣嘅相啊、啲頭髮啊、面型啊，全部一模一樣嘅。所以你認到佢？我一定認到佢，因為我知道係佢啊嘛。你識佢噶本身？识唔识？唔识啊！但系因为睇报纸，喺乡镇我楼下咧，咁、okay, okay. 所以系好明显咯。因为其实我而家系行过，其实我都尽量避免行嗰个位置。有时行过，我知佢喺度噶，我都直行直过噶啦。咦，刘小姐，我啲嘢想请教你啊。嗯。因为你头先讲你系会好容易，你一定会见到啲灵体噶嘛？我一定见到，见到。诶，其实唔系一定，我要见佢一定会俾我见。咁我想问你有冇试过日光日白会见到噶？嗯，有一定有哦，即系佢都好似正常人咁样行嚟行去嘅会，无限都咁啊，跳上、跳落，跳上跳落。哦，咁你有冇见过一啲咧？即系好似平时行街咁啊，可能有三个人喺前面行嘅，即系我见到可能得三个啫，但系你系见到四个或者见到五个，但系佢系正常咁行嘅，系咪咁样嘅？唔系嘅。哦，即系佢哋行法系唔同嘅。唔系行法唔同，而系譬如我去到嗰笪地方，如果有佢话俾我知。嗰度有，即譬如好似即係可以佢另一單故事，想呢個故事咁，我入嚟講一講啦。咁、我早兩個禮拜就喺即係我個親戚個兒孫仔開一歲生日 party 嘅個 pay， 即係嗰啲 pay house 嗰啲咧。咁佢 pay house 係地牢嚟嘅，喺地牢嚟嘅。咁我一入到去已經覺得唔舒服啦，即係好頭痛，好頭痛，嗰啲口水鼻涕一齊嚟啦。即係通常我有陰嘅地方咧，我就會係咁樣嘅情況嘅。咁好啦，因为入到去已经觉得唔妥，跟住后屘师傅到啦，师傅即系师公就到，师公就话俾我知，咁我其实我系自己去问师公，师公呢度系咪有嘢，究竟系咩嘢？我要知道究竟系个情况系点样样，咁师公就会同我讲，即系会验俾我睇，嗱呢度有一家四口，阿爸阿妈两个女女，嗰两个女女分别九岁十岁到 around 咁上下年纪嘅，咁一个就扎妈边，一个就扎妈尾嘅。系。咁其实咧，佢因为嗰阵时啱啱七月未过，即系就嚟七月未过晒，咁其实嗰家人咧都同我讲，佢其实我哋冇恶意嘅，我哋纯粹系喺度歇一歇脚嘅啫。咁咁啱又见到咁多小朋友，咁佢两个女女都好中意小朋友，咁讲。就同佢玩啦。其實我係坐埋一邊啦，同佢哋傾嘅。跟住我話OK， 你可以留喺度，但係唔可以接觸我啲小朋友，因為我話因為小朋友仲細，個個都係歲零兩歲咁樣。我話小朋友你都知佢哋會特別敏感對你哋，咁所以我係唔希望你哋會現身。Okay. 即系喺我哋玩紧呢个阶段，我希望你哋即系搵地方避一避啦，即系可能系啲杂物房啊啲位避一避，尽量都唔好出去同啲小朋友玩，唔好吓亲佢哋。我可以俾你留喺度，但你唔好伤害佢哋咯，唔好吓亲佢哋咯。咁讲，佢话 OK OK， 我应承你，总之你唔好讲我走就得噶啦。咁样，即系话 OK， 咁其实大家寒山翻顶水，咁你唔信我，我又唔会特登去刻意去对你做啲乜嘢咁样咯。就系咁咯。但期间其实佢两个小朋友都成日装出嚟，好一见到小朋友系好想走出去同佢哋一齐玩噶。即系佢见到嗰个心情，其实好心噏，即系明知佢哋又唔得，点样见到咁细个咁样咯？喂，但好啦，如果你话见到学校嗰、那个啦，即系天水围嗰、那个，而家都仲喺度嘛？系咪咁多年？仲喺度，系啊。咁你好多年啫嘛，好多年发生啫嘛件事。哦，系咩？旧年噶咋？系死啦！我唔记得咗。旧年咋？哦，好啦，旧年发生噶咋？咁你而家讲到出嚟嘅说话，咁究竟佢哋嘅家人要唔要再做啲超度咧？其实家人可以帮到，冇错，系啦。因为其实最主要系靠家人，因为点解？其实我即系啲 Facebook 啊，啲灵异嗰啲 group 咧，其实我有讲过呢个故事，因为嗰晚我一发生完，其实第二日都上网分享噶啦。咁其实好多人都叫我去帮，我其实我嘅能力唔系话我帮就帮，其实最主力系要佢屋企人。去帮佢去去俾经去听，其实经系好紧要嘅。咁
但係奈何地我唔識佢屋企人㗎嘛。咁其實佢哋個個都有網上邊，你揾佢屋企人咪得咯？點？咁唔係我揾就得，人哋即係人哋唔信你㗎嘛？係啦，冇錯啦，係啦。你真係傻嘅，係你傻嘅，無啦啦同我講啲咁嘅嘢，咁所以我就唔會去做呢樣嘢咯。所以你今晚打个电话嚟，如果佢屋企人听到，谂住睇下你屋企人会唔会都有听你节目，或者朋友都好啦，起码都一个谂一个咁，一个传一个都可以啊，俾佢屋企人听到啊，原来佢需要呢啲嘢咁样咯。嗯，因为我相信阿导演吓，已经即刻有啲画面啊，有啊，系咪系啊？我估你有啲画面啊，已经系。不斷係諗緊下一部戲嗰啲情節啦，其實係啊，重複跳樓係好慘嘅一件事。係啊，呢個我聽過㗎，聽過都有。係啊，因為凡係自殺嘅人都會重複佢今次個就點樣走嗰個畫面，一直去到佢陽壽盡為止。係啊，除非有人幫佢，或者屋企人真係幫俾佢，俾佢聽啲多啲經，去化咗嚟。即係所有自殺嘅人都會有好大嘅戾氣喺度咯。喂，好啦，即係唔係怨氣係戾氣。呢個自殺啦，係咪先？你話幫唔到啊？如果有啲係意外，係啦，意外或者係俾人殺嘅咁樣啊，咁你或者見到佢哋，佢你會唔會幫？通常咧，我咧雖然咩都見到，但係太惡嘅佢哋唔會埋到我身，因為我本身有學法咧，咁所以咧真係點講咧？即係我覺得係善良或者需要我幫嘅，就會經過我師公嚟去同我講咯。好，明白。好啦，咁希望其他嚇有緣嘅啲靈界朋友都希望佢哋可以逃出佢哋嚇被困住嘅地方啦，係嘛？咁講啦，係啊係啊，好啊，多謝你嘅電話啦。OK， 好。喂，你有冇興趣睇綁靈啊？有啊。好，嗱，好有興趣。你星期六得唔得閒先？嚟緊禮拜六。嚟緊禮拜六。追魚啦嗰日，追魚，我哋去追鬼啊，係啦，都 OK 嘅。好，你得啊嘛，我送兩張飛俾你。好好好，好冇，到時啦。8:50，旺角朗豪坊。O、okay, K， 好啊，好啊。咁你到时帮我睇下，阿导演拍紧个现场，其实有冇？系啊，系啦、啊，我都想知啊。系啊，冇错啦，好唔好啊？好好好，我哋通知翻你，好冇？嗯 ，O、okay, K， 好好好，好啦，好，唔该晒，拜拜。嗯，好，拜拜。系啦、啊，其实咧，我嗰日同阿导演讲，我听到一个朋友，一个高龄人士啦，有一个个案咧，我觉得喂，应该真系可以俾你拍嘅。就是说他突然间见到对方的眼睛看到他曾经望过的东西、哦、变成他第一个的主观镜。哦。是啊。即是你竟然看到人家曾经见过他 的一个画面。那当然是一些恐怖的东西啦。嗯、是啦、啊。但就算不恐怖都好啦。即是都很不可思议的嘛其实。其实是的。你进入了人家曾经见过那个维度其实是。嗯。这样、啊。挺好的这个情节。即系鬼眼啲 friend 其实可以谂下，系嘛？系啊，系咯，好啊，咁唔阻你翻去谂啦。导演要走啦系嘛？我要走啦，好啦，我真系有嘢做。使唔使问咩？你话要解释埋嗰个新生波？系嗱喺里边咧，阿导演就俾咗句嘢我，我系唯一一句对白嘅啫。你啦，你介绍下咩叫生生不可说，不生不可说，不生生不可说，生不生不可说。啊，嚟嚟嚟！唔系当日我写呢个角色嘅时候咧，其实我我想佢系一个法师嚟嘅，根本就系、是、但系佢就因为佢犯咗啲事，佢唔可以即系好正途去做一啲正常嘅法师应该要做嘅嘢嘅，其实佢系，所以佢就会负责咧就去。阻擋一些冤魂、啊、或者想害人的一些靈魂 的行為、啊嗯、其實這個是這個法師的前身在這個戲裡面是沒有出現過的 是是這樣一個法師來的這樣呢那我想呢 我又想這個人呢這個角色呢、那個層次高一點、那個、感覺給、啊、觀眾呢所以我就是這樣上網去抄一些經文來看抄啊抄啊抄啊、嗯、因為有很多经文咧都系嗰啲讲好多字啊，唔明嗰啲啊嘛，系啊系啊。咁我咦，我及到呢一句嘢，生生不可说，生不生不可说，不生不生不可说，咩嗰种嘢，我真系，我就谂我自己读都觉得哇咁乸难读嘅，但系佢又唔复杂啲字，
咁我心諗啊 ，Edmund 你平時講嘢咁勁啊，我就整塌佢嘢俾你睇下先。喂，真係好乸難念嘅，其實真係，仲要講得好快喎，要。係啊係啊係啊，我仲要唔同嘅節奏啊嘛，因為做啲效果咁樣。咁我其實我第一個出發點咪好衰嘅，就係、是、我想玩玩你啦，扇你啦，係啊，最主要係。跟住我自己，咦我。整完呢句對白之後咧，我都好上網去認真去睇過呢四句嘢嘅解法嘅。其實佢係一啲經文裏面會有出現過，但係佢每一句咧，其實基本上都係解啲唔同嘅嘢嘅。講真啊，但係佢大前提所有嘢加加埋埋咧，都係講緊一樣嘢，就係因果嘅啫。最主要係即係，所以最後除咗你其實你除咗啲三觀波説咧，你仲有兩句對白嘅，就係種如是因，收如是果。將佢完咗佢嘅，其實我嘅出發點係想玩你嘅啫，最主要係咪多謝咗，多謝曬咯，係咪先？我一世都記得啊呢個對白。唔係，而家咪幾好啊，好大反應啊！呢個對白成日好多人問、啊。都係嘅，其實係㗎。多謝你咯，講呢啲係啊。喂，所以我角色有機會係變前傳喎，將來。哦，有㗎。係咪啊？有㗎。即係呢個人咩人嚟嘅咧？點解會成為一個乞衣咁嘅法師啊？嘛，係啦，不如前傳啦，整部好嘛？好啊、喂，我啱啱收到電影公司嘅資料喎，原來我哋部榜零啦係。港產片呢張係琴日收得最好噶啦，真係噶？係啊，我就俾睇。哇，太好啦！港產片啊，講緊。喂，係啊，咁因為大家唔好俾佢落話，唔好俾佢落話，懟爆佢，懟爆佢。星期六見，星期六見啊！好啦，咁啊，翻嚟之後我哋有少少台灣嘅一單咧靈異事件，而嗰個湖啊。好鬼多一啲浸死人个案，咦系，系啊，咁、欸、我一阵间我开个直播嚟睇先，好啊，直播睇，因为我赶住要去做其他 ，OK，sorry，、okay, 好啦，咁啊星期六阿导演都会出嚟同大家见，会，好啦，唔该晒棒哥，好，好翻嚟继续我哋第三节嘅恐怖杂志。